今日见到乡村斑马给咱的同胞了，养成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得很关注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老表小孙孙给他斑马色的我祝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下次你会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老做了就做新纪录像上上海把技术上百分之八当中当的梦我都做这种可能参加当这不能真钱不就像是你和这句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虽然就做新纪录像上上海把技术上百分之八当中当的梦我都做了这种可能参加当这不能真钱不就像是你和这句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虽然就做新纪录现在上海把技术上百元的把他们装到的蒙古族做了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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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红把接拉的江苏拉的兵的到苏港的那边在江苏那当我们的苏西瓦的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苏鲁中等的公布家伙人要拉向咋路跟个路住着你真正你的难道老师今年冬干十三十七日你记得个老我们在那个那这批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祖这样东松祖的街中你摸你落你街上都东村马里个门塞的东西你个街你中村拉着呢东里的中村平的松云的里中间这都是朝着大学你沿着道路门塞人江湖老样蓝的的最多的几斤接着我塞的道路的门门把着上你格当当就用了多把露珠不必那瓦解的锁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的梦前不能家把格的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的街将来想赞路各位师兄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又见面了。那么今天的下午的这个交流当中啊，我们就是大家可以提问题，然后呢，我就根据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啊，还有就是一些这个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他们的这个修心的这个经验啊，就是根据这些来给大家回答。问题那么今天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啊，我本人就感到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啊，我们是非常的乐意给大家分享为什么要分享呢？因为我们现在学佛的人是比较多但是呢真正的这个懂得什么叫做学佛？怎么样学佛？懂这样子的人呢？非常的少。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加的这个需要这个讲经说法呀、交流啊、论坛啊、研讨呀，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到目前为止啊，很多的我们的藏传佛教的活动还有。很多的这个汉传佛教的活动啊，大部分是什么活动呢？大部分我们上次也讲过了我们藏传佛教呢，就是经常去搞观定然后呢，活供啊、回供啊等等，就是这些。其实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它有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呀都有，但是呢，我们就是穿出来的。还是很少很少很少然后汉传佛教也是一样的也有很多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他的观点啊修行的方法呀都有，但是呢我们比如说很多的寺院呢没有太多的出家人然后有出家人他也跟这个社会没有太大太大的这个联系就是比较注重个人的这个修心，还有一个呢，就比如经常搞这个集市呀、超度派位、超度这些亡灵啊、
水陆法会呀、等等的啊，这类的活动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藏传佛教、汉传佛教所有的佛教都是越来越啊商业化，越来越形式化，越来越世俗化啊。在这种情况下，释迦牟尼佛的慧命啊，就会结束的啊。实际上，佛陀也就是很早以前说过了，这个佛陀的慧命啊，是外来的，比如说外道啊，外来的任何一个啊，任何一个这个大吉是没有办法摧毁这个佛陀的慧命啊。但是呢，什么样的情况下断掉佛陀的慧命呢？什么样的人就毁掉佛陀的慧命呢？佛陀就已经说了未来就是佛教徒会把佛陀的慧命会摧毁的，会断掉的。这个就是正好是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了。我们佛教里面有这么好的东西这些智慧、这些观念，其实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用得上、非常需要的。但是我们把这些东西都不讲了、不传了，然后呢，就是我们呢就搞这些商业化的、形式化的、世俗化，这样以后呢，真正的这个真正的佛教的精华，在这种情况下慢慢的消失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呢。所以呢就是我们包括这个藏传佛教的出家人堪布活佛还有就是汉传佛教的这个法师方丈和尚以及这个学藏传佛教的、汉传佛教的所有的这个弟子们呢，大家要共同的努力弘扬真正的这个佛法，真正的佛法呀，真正的佛法，它不是形式化，它不是世俗化，它又不是商业化。真正的佛法是一种智慧一种慈悲这个智慧和慈悲，也可以让我们走向解脱的道路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过一个非常轻松的、幸福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生活，也可以我们不仅是这一世生生死死都可以过上这个幸福的生活，也这叫做这个人天的佛教都可以的。所以我们大家共同要努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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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的。那么怎么样这个大家怎么样共同的努力呢？主要我们上次也介绍过了，就是四个字四个字，闻思修行，就这四个字了会讲佛法的人，大家尽量的去讲那不会讲的呢，去听不会讲的就去听学习会讲的大家要积极的去这个投入这个讲学传法弘法的行业当中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仅是在新加坡也好，或者是在台湾也好很多地方，包括这个中国大陆有些地方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很多学佛的人学佛的人是比如说有人在灌顶有什么法会有什么这个孝在长寿的这样子的这个法会，一听到了大家很多很多人去参加很多人去参加，大家都觉得这个灌顶就是很了不起的那灌顶我们灌了很多很多次，我想今天我们在座的人当中就每一个人基本上都可能有就十个以上的灌顶的，可能是大部分都是这样子了但是灌顶每次都灌顶呢，在上面上市灌顶的时候，下面很多人睡觉这个有用吗？没有用灌顶灌了很多次了，参加了很多很多的法会了，然后呢我们的烦恼减少了吗？没有减少烦恼没有减少还是有贪嗔痴这都有那么通过这么多的观定我们的智慧增长了吗？慈悲心增长了吗？也没有增长这个不是观定的不好观定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仪式，
尤其是学米的话，这个是不能没有的，它本身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观定呢、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接受这个观定呢、这个很重要啊。如果我们不会接受的话，那是得不到观定的呀。比如说这个收机啊，我们听到声音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有这个发射台啊，发射台啊，它要把这个信号发射啊，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接收器啊，去接收这个信号啊，才能够啊听到声音。嗯，如果有发射台啊，有发射台啊，发射了这个无线的电波啊，但是呢没有接收器啊，这里没有一个接收器，那能听得见吗？我们的耳朵不是接收器啊，听不见的。嗯，听不见的。那、然后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非常标准的接收器啊，接收器，但是没有发射台，或者是发射台它本身有问题的话，那么信号啊没有办法发射的。嗯，所以赏识啊，也是要有，必须要找到标准的赏识，非常成就啊，非常好的赏识，标准的。什么叫做标准呢？藏传佛教里面讲得很清楚，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宗喀巴大师的啊《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讲得很清楚了，什么叫做赏识啊？然后呢，尼玛巴的《大圆满的前行》啊，《普贤上师言教》当中啊，讲得很清楚了，什么叫做赏识啊？噶举派的这个《解脱庄严论》里面呢，冈波巴大师也讲得很清楚了。其他的就像萨迦呀啊、等等啊、这些教派，都每一个都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什么叫做标准的赏识啊？然后我们没有找到标准的赏识啊的话，那就是这个发射台它是发射不出来啊。发不出来这个信号，那就是我接收器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呢因为这个发射台它有问题啊，它发射不出啊这个信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接收。嗯，如果发射台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自己啊不是这个啊可以接收啊这个信号的啊这个啊发接收器，我接收器有问题的话，那也是啊也是不成功的。所以发射台接收器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能够听到这个声音啊。同样的，我们啊观定的时候啊，我们也有一个标准，什么叫做观定，必须要最起码也要动啊，什么叫做观定，然后呢要找到标准的赏识，这两个的一个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合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观了定以后呢，有可能证悟呀啊，但是这个比较少，在观定的时候能够证悟恍然大悟，这个比较少啊，但是呢，可以这个消除罪业啊，增长帮助我们增长智慧啊，都有的啊，但是我们不懂啊，什么叫做观定，我们不懂，这样子以后呢，这些效果都没有的，嗯。但是我们啊，无论如何，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观定啊，大家都很喜欢观定，嗯，但是这个观定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啊，它的这个作用呢啊，对我们的身上都没有发挥它的作用啊，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懂怎么样去接受这个观定呢？那我们。不懂，那我们怎么办？就是要去学啊，学习啊，什么叫做观定啊？怎么样去接受观定？这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这个听法啊、穿法、听法这方面呢，我们做得很差啊。汉传佛教做得也非常非常的差啊，藏传佛教做得也非常的差，就是传播佛教这方面，我们大家都做得非常的不够啊。你们呢也是一样的，就是非常的喜欢参加啊，就这个消灾长寿的这样子的法会，大家都很喜欢啊。然后呢，真正的佛法啊，有人传佛法去听啊，这个就是很多人不愿意听了，嗯。然后修更难了啊，就比如去听的这些人当中啊，比如我们可以这么说。平时参加法会的这些人当中啊，
真正去听法的那可能只有50%左右了啊。然后呢，去听啊听法的这些人当中，真正去修的啊，那可能50%都不到了啊。所以最后就是有少部分人去啊，认认真真的去修啊。那么绝大多数的人呢，啊，就是没有去真正的去听，也没有去修啊。这个是我们的最大最大的遗憾啊，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这里，嗯。佛教啊，它不像其他的宗教啊，佛教里面呢啊，也强调这个信仰，我们对这个轮回的信仰啊，对这个因果的信仰，对佛三宝的信仰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信仰这两个字在佛教里面呢，有成千上万个这个理念当中啊，其中一个而已啊。其中一个而已，除了这个信仰以外呀，还有很多很多啊。那么这些都是要去学啊，那我们这些都不学的话，那是非常的遗憾的。所以以后呢，我想啊，大家要努力这方面呢，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啊，再不能这样子了，再不能继续的这个商业化啊，这个新式化、世俗化，这样子真的没有意义了。所以要现在要靠大家的所有的这个，我们藏传佛教在座的这么多的这个活佛堪布，还有汉传佛教那么多的非常有威望的、非常有名声的这些啊法师和尚，还有就是还有很多这个信众啊，信众也是信徒，也是很重要的，大家要共同的努力，嗯。那么共同的努力以后呢，要达到什么样子呢？第一个当然是解脱呀、成佛呀、阿罗汉呢。这个是啊，我们的最终极的目标，嗯，然后还有一个目标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提到的，我们啊如何面对幸福啊，如何面对痛苦，这个就很重要了，嗯啊。全世界的这个有一个调查啊，全世界有148个国家里面呢啊。说是新加坡人，就是新加坡人的这个幸福指数是倒数第一啊，这个你们不会承认的，我觉得也不会的啊，我觉得也不会的。新加坡的有些大学的国立大学的这个教授出来说这个不可能，嗯，否定了，知识分子也否定了，嗯，然后呢，很多老百姓也说这个不可能啊，这个我觉得也不可能，嗯，这个不可能，嗯。但是呢，我们无论是新加坡也好，在哪里也好，就是现代人呢、啊，都是一样的。这个，生活压力是相当大，嗯，生活压力大啊，在这种情况下啊，然后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精神上的问题啊。新加坡这个的的确确就是有一个非常大家比较公认的有一个数据呢。每五个人里面呢，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每五个人里面呢就有一个是啊精神失调的症状啊。精神失调的症状是什么呢？焦虑、忧郁，就叫做精神失调的症状。那么每五个人当中有一个，那么新加坡500万人当中啊，那就有100万人是啊精神有问题的。我们今天这组的就不知道有，不知道如果有两百个人的话，那这个当中有多少个人？是不是50个人是精神不正常的？这个有点厉害的啊，啊。在中国大陆呢，它官方的这个数据里面呢，有13个人，每13个人当中啊，有一个是精神不正常的啊，就是已经超过了1亿，这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已经超过了1亿，嗯，啊，这个全世界哪里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现代人的这个从表面上看啊，这个物质生活啊。很丰富啊，可以说这个人类有史以来啊，我们这个年代啊，有可能啊，或许是在这个物质方面呢啊，就是最丰富、最富裕的啊，除了我们过去的一些传说以外啊，有可能啊是空前的啊一个这样子的时代，嗯，但是呢，在精神方面呢，大家都啊。不开心，嗯，
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有这么多的这个物质的条件，物质条件这么好啊，然后呢，空气又好，环境又好，都好啊。但是呢，心里面呢，大家很多很多人就不开心啊。那么这个是问题，是我们今天讲的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啊。这个我想不是新加坡的问题啊，这个是全球的这个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是，虽然是这个程度稍微有一点不同而已，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嗯，我们的这个心浮之俗呢，就越来越下滑啊，然后呢，伦理道德啊，各方面都就比较越来越差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啊，第一个啊，拥有富裕的这个物质生活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同时啊，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啊。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呢？这个有可能的啊，这个有可能的。这个是通过佛教啊，通过佛教的有些方法完全可以做到啊。今天我告诉大家啊，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大家必须要知道。是什么样的观念呢？我们啊，以为啊，只要有足够的钱啊，非常富裕啊，有足够的钱，或者是想有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啊，这样子的话，我们觉得我一定会很幸福的啊，我一定会很幸福的。但是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是谁的想法呢？这个就是穷人的想法啊。就这么说，我们过去啊，就是在东南亚啊，在40年前、50年前呢，都是基本上都很多很多很多地方都是贫穷的啊，都是贫穷的。贫穷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这么想啊，都会这么想，这人都会这么想的。这个无论是那一个国家也好，那一个民族也好，都是一样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啊，一个人和另外一个动物，比如说一条狗啊。同样的，就关在一个屋子里面啊，五天不吃不喝啊，人也不吃不喝啊，狗也不吃不喝，然后呢，五天以后呢啊，就同一个时间当中，两条生命都放出来啊。第一个时间啊，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呢？啊，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呢？你说。请你回答，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呢？人啊，和这一条狗，哎，麦克风，可以，你可以，你回答啊。应该是水吧？水呀、啊，啊，应该是水。好，然后你来，还有一个，你觉得呢？空气，还有，你回答，三位代表。啊，自由，好，水、空气、自由，是吧？我觉得啊，从我的角度看的话，空气呢，这个房间虽然比较小，空气也许不是很干净，但是有的，啊，这空气有的啊。所以呢，这个回答也许不是很准确啊。自由呢是很重要的，但是第一个时间他们想到的可能不是自由。然后这位师兄说的是水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答复很准确，但是呢，他的这个回答呀、啊，只能说50%是准确了啊。我觉得啊，这个时候呢，这两个生命同样的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第一个时间要想的什么？就饮食啊，吃的喝的啊。你就说了水，为什么不是吃的呢？水比较重要，你可以耐一个人可以很多天不吃东西，不过不可以喝水。是，水就是人体的70%都是水。
所以就是很重要。对，这两个当中呢，也许有一个重要和不重要，但是总的来说，吃的喝的，他们两个生命出来的时候呢，他们想要的是吃的喝的啊。那个时候呢，对他们两个来说，哲学对他们两个来说重要吗？不重要。艺术对他们两个来说重要吗？不重要。宗教对他们来说重要吗？也不重要，就吃的是最重要。所以啊，我们的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啊。因为贫穷的时候啊，需要什么呢？贫穷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觉得哲学不需要，艺术不需要，宗教也不需要，什么需要？吃的喝的才是最需要的啊。这个想法是正确的。然后呢，两个生命同样的去寻找食物啊，吃饱了啊，然后呢，狗它有没有其他的追求呢？你们三位说，狗有没有其他的追求呢？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追求的，除了吃喝玩乐。是，狗可能是吃饱了以后呢，它的追求呢可能是下一个吃饱。啊，吃饱了以后，也就是下一个吃饱。吃饱以外呢，可能也许啊，没有太多的、这个追求啊。但动物一般都是这样子，当然呢，我们也就不能说它除了这个以外完全没有追求，它也许有的。但是总的来说，可以这么说。那么人吃饱了以后呢，有追求吗？有。那么那个时候的他的追求应该是什么呢？物质。物质就他已经吃饱了，娱乐，对，好，可以这么说，物质和娱乐都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了，他需要心灵上的东西了啊。物质他有了，吃饱了，然后呢，温饱的问题啊，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温饱的问题解决了，生活的基本的需求你都有了啊。那么现在他要去寻找什么？需要寻找心灵上的东西啊，心灵的精神生活里面的东西。那这个是什么呢？有可能是艺术，有可能是哲学啊，有可能是宗教，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艺术、哲学，尤其是宗教，它可以改变他的这个心态，他的心态啊。然后改变了以后呢，他用这个被改变以后的这个心态，再去看这个物质世界，再看这个物质世界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要知道，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的价值观，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幸福和不幸福呢，啊，不是生活的水平来决定啊，不是生活的水平来决定，而是对生活的态度来决定啊，对生活的态度来决定。我们今天这里啊，就是赞同或者是认同这个观点的有多少？我们举个手。比较少，啊，比较少，可能是有四分之一啊。然后呢，不认同这个观点的有多少？我们举个手，更少了啊。好，啊，这个是还是比较好。我们这个认同和不认同当中呢，认同的还是比较多啊。这一点我们真的是很需要的啊。我们的那个现在我们说明了一个问题了啊。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们的祖先的时候呢，没有今天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个通讯啊、交通各方面啊，我们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常用的东西啊。那么我们的祖先的时候呢是没有的，但是呢，我们的祖先啊，他们的幸福他们的幸福指数啊，有可能啊比我们的还高啊，有可能比我们的还高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十几年前或者30年前和40年前的这个很多地方的这个幸福指数跟现在的这个幸福指数比起来的话，那么今天的幸福指数
没有啊，没有三十年前的幸福指数高，幸福指数高。所以呢，他们呢，再往前三十年的话，那么有可能祖先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物质，但是呢，他的幸福啊，他的幸福感是应该是比较高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物质，我们所拥有的是特别特别的多，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的幸福指数呢，幸福指数呢就没有那么高了，没有那么高啊。那么到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啊，问题出来了。这个美国啊有一个杂志叫做《美国新闻周刊》啊，那么这个《新闻周刊》这一个杂志里面呢，就是提了一个问题出来了。我想我们应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特别的重要啊。幸福和这个金钱啊，幸福和金钱啊，这两个当中啊，到底哪一个是最最最重要啊？幸福重要还是金钱重要？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我们今天在座的应该大家都是佛教徒啊，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幸福重要的有多少？我们去个时候看看，幸福是最重要了啊，挺多的，金钱是最重要的，有多少我们看看，比较少的。幸福和这个我们过去啊，就是30年前40年前啊，我们就会说这个问题啊，这个不能这样子提，这个问题它本身有错了。为什么呢？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啊，就是因为有物质才有幸福啊。没有物质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有幸福的。很多是那个时候我们会这么想的。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五天不吃不喝，刚刚出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你有钱就是会幸福的，有金钱就会幸福，没有钱啊，根本就谈不上幸福啊。这个时候是这样子的想法。但是慢慢的，现在我们就是靠近了物质，大家都比较了解了金钱啊，到底它是什么啊？金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正给我们带来的，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东西哦？这个我们慢慢的了解了以后呢，我们现在才能够懂得把这两个分开啊，物质财富和幸福啊，这两个其实不是一回事，这个是不一定啊，有物质，有庞大的物质生活，但是呢不一定有幸福感，这现在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为什么现在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啊，跟这个近距离的啊，或者是零距离的接触啊，有机会接触物质。现在我们大多数的人就比较了解啊，物质是什么啊，因为他们都有机会近距离、零距离的接触物质财富，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就觉得物质真正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就知道了、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懂得啊，提一个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就回答啊，幸福很重要了，物质不怎么重要，都是这样子。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了。最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最终这个答案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最终的答案是什么？就是生活幸福和不幸福是不是生活本身来决定啊？而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来决定啊。我就是这么半个小时啊，这个绕来绕去，最重要告诉大家什么呢？就这一句话啊，生活啊，我们会说，今天我们大家都会说，生活的品质或者生活质量啊，生活品质或者生活的质量和生活的水平啊，就这两个啊，这两个是两回事啊。生活水平是用物质来衡量，有多少钱，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穿什么样的衣服，这叫做生活的水平。然后生活的质量、生活品质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不是全部是用物质来衡量的，这个里面就有人的幸福感
幸福感，人对生活的这个满足感在这个里面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生活的水平很高很高那是不是等于就是生活的品质很高呢不是生活的这个水平很高这是不是等于就是生活的质量很高呢不是生活水平很高生活质量生活品质不高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就释迦牟尼佛在造在2500多年前就告诉过我们但是我们很多人不相信不相信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佛教上面呢就贴了一个标签贴了什么样的标签呢我们说消极消极然后就是说悲观厌世佛教就是消极佛教就是悲观主义者佛教就是厌世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刚刚因为我们无天无夜没有吃东西刚刚放出来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说物质不重要那是听不进去的没有人能够理解没有人能够认同的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宗教这个时候对他来说不重要了音乐不重要了然后呢这个哲学不重要了都不重要了什么最重要了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这两个是最重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一定会说这个时候我们给他讲物质不重要他一定会说消极悲观他会贴这样子的标签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了物质以后呢然后就我们会重新的思考到底物质在我的心目当中它的这个它的真正的它的地位真的是这么高吗它真的能够给我解决所有的问题吗然后我们对物质开始当然了我们现在这个都市生活里面没有钱当然不行没办法生存的是很重要的我们只不过就是说它不是解决所有问题它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呢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了还有很多问题就没有解决了那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精神生活精神上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么我们就是需要现在需要一个精神上的需要一个态度对物质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以后呢用这个态度再去面对生活再去面对我们今天讲的痛苦我们很痛苦的时候情绪非常非常低落的时候然后非常的不开心的时候怎么样以什么样的这个心态去面对这个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有成就感的时候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的时候就是目中无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以什么样的心态去这个把这个做到平衡人生当中就是有高有低但是呢心态可以做到一个平衡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平衡的心态的话那么这个心态来就面对痛苦面对幸福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当我们就是很不幸福的时候呢在精神上就是它可以达到不会很低落的然后呢很成功的时候那就是如果有这种态度的话那么它也就不会很骄傲很觉得很了不起等等他不会这样子他还是会懂得爱所有人他会懂得慈悲所有的人他会懂得这个平等慈悲这样子以后如果他有钱他就懂得回报这个实惠感恩的心他会有的那么这个心态是什么呢这个心态是什么呢那就是佛教里面讲的佛教里面讲的有些这个佛教的价值观佛教价值观那么这个价值观是什么呢我们就进一步的讲的话那就有很多了我们前几天讲的出离心菩提心
处立心和菩提心，这个里面呢它有平等啊，所有生命的平等，我们对所有生命的这种尊重啊，对因果的这种敬畏啊，这里面都有了。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佛教徒啊也是很重要啊。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呢、啊、就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去修什么大圆满呐、大幻化网啊、大寿因呐、中观呐 啊等等，我们学藏传佛教的啊，就是很多人就不像就觉得这个什么出离心啊、菩提心呢、就根本就不值得去修啊。大家都是觉得我要去修大法啊，这些我不修，我要去修大法啊。然后汉传佛教的是什么呢啊，禅宗里面就是经常讲放下放下不执着啊，这话啊没有说错啊，是对的。但是呢问题就是现在就可以能够放得下吗啊？放下，很多人说啊，放下不要执着呀啊，我们念佛念阿弥陀佛也是执着呀，也放下啊，去放生啊，去这个捐款呐 啊做慈善呐、也都是啊，也都是执着，都不要去做了，放下啊，什么都不做了啊。那么什么都不做了，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就是这样子，那未来也是这样子啊，现在都什么都不做了，嗯。然后净土宗呢啊，他还是比较好的，他是比较保守的，劝大家念佛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呢也有一个极端啊，说什么呢，嗯，就是说一心不乱的去啊念佛啊，不要去想别的啊。当然了，我们如果能够做到一心不乱一尘不染，那当然是就除了这个以外什么都不需要了。但是呢怎么样能够一心不乱啊？怎么样能够用什么？现在我们是一个这么一个凡夫啊，我们大家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从佛教的角度来讲，我们都叫做凡夫啊。凡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什么成就的啊，也许有一点点钱啊，也许有一点点在这个世俗的这个范围当中，也许有一点点权力啊，也许有一点点这个赚钱的这个技巧智慧啊，也不叫智慧，这叫做聪明啊，知识也许有一点，但是呢这个从比较就像这个佛的境界，或者是从比较高端的这个比较深奥的这个智慧来看呢，那这些也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啊平时啊，就平时我们自己呀、认为这个一心啊一个这样子的普通的人，那么一个这样子的普通的人怎么能够做到一心不乱呢？这个过程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应该有个方法吧？啊，那这个到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以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放下呢？啊，以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一心不乱呢？啊，这方法都没有告诉我们，就让我们一心不乱，让我们放下，这很难了、我们放不下了啊。所以这都是我们的藏传佛教的问题，汉传佛教问题，就是这些问题了啊，就是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方法啊，就是直接告诉我们最终最终的结果啊。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问题啊，藏传佛教的问题，就是一下子就给大家观什么大圆满呢，今天受这个受给大家观大圆满啊，然后呢这个最大的法要多少多少钱啊，然后受这个穿大圆满需要多少钱啊，然后呢穿大寿衣的观定需要多少钱等等等等，全部都是跟钱有关系的，嗯。然后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汉传佛教很多时候呢让我们放下放下哦，不要去放生、不要去念佛，都要放下，那么这些东西全部我们认为是比较好的东西全部放下了，那么贪嗔痴呢我们本来就放不下的，那这样子以后呢这好的东西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我们认为是可以的东西让我们放下不要去做了，那这样子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啊，最后就是一事无成，嗯，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大家都很迷茫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虽然是佛教徒啊，学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呢我们同样的比如说我们家庭的这个啊比如说家庭琐事也让我们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啊，然后呢
这婚姻啊、感情啊，或者是在这个工作呀、啊、等等，如果有一点点问题，我们一样的不高兴啊。我们学佛的人跟不学佛的人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了啊，没有区别，大家一样的不开心。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啊，问题不在于佛教本身啊，这不是禅宗的问题，不是净土宗的问题，不是藏传佛教大圆满的问题，这不是这些佛法的问题，而是我们人的问题啊，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心态啊，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啊，跟没有学佛的人的价值观一样的啊，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和没有学佛的人的生活的态度是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面对幸福啊，怎么样面对这个痛苦呢？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很了不起的方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虽然是学佛了，学了这么长时间呢，但是一样的还是有烦恼，还是有这个贪嗔痴，还是有这么的斤斤计较啊、嫉妒啊、然后消极啊等等等等，这不该有的我们都有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的心内心当中啊没有什么变化啊。那内心为什么没有变化？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修心啊，没有修心，就这个原因。好，那我们进一步的是，比如说有人问啊，那怎么样去修呢？啊，那修心就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就是需要一个专门的时间当中啊，就是要具体的修心的方法啊，从出离心的修心，从菩提心的修心，一步一步修啊，才能够感觉到，才能够把我们的心态啊转变了。转变了以后呢，以这种心态去面对生活，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钱。佛教没有把金钱当作是一个罪恶的东西啊，可以有很多钱。有钱的时候呢，也可以幸福的啊。没有钱的时候呢，也同样的幸福。所以啊，这样子以后呢，人生就是比较。做到比较平衡啊，然后呢，从此以后呢，我们的生命就开始变得有意义啊。那具体的，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那就是以出离心的心态啊，菩提心的心态，慈悲心的心态，感恩的心态，对因果的敬畏的心态来面对痛苦，面对这个幸福，这样子的话一定会很成功的啊。那么慧灯之光里面呢，有一本书啊叫慧灯之光，这个里面呢专门讲过啊如何面对幸福，如何面对痛苦，如何面对死亡，如何面对投生啊，如何面对什么什么，就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方法啊。如果想了解的话，大家进一步的去看这本书有书，还有这个视频啊，像这个新浪啊，中国大陆的新浪网、土豆网等等，这些很多很多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进一步的去了解修心啊，才能够啊保持比较幸福的这种感受啊，就简单的就这样子。好，第一个问题，谢谢。下面呢，我们请上师继续来为我们弟子们指点，就是如何抉择外境是心的现象。好，外境啊，首先外境，什么叫做外境啊？外境这两个词啊，是佛教的俗语啊，佛教里面讲外境啊。那我们的普通的这些词典呢，里面一般都不说外境啊，那说什么呢？啊，就是对境啊，或者是对境，或者是我们的眼睛啊，眼耳鼻舌身的对象、对境、对方啊，用这样子的词。那外境是什么呢？外境就是我们，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的感官啊。当中的眼睛啊来说啊，它的外境是什么？它看到的这个物质啊叫做外境啊，它看到的物质。然后呢听到的这个声音啊，耳朵听到的声音叫做外境啊，这也叫做外境。然后呢手可以摸得到的东西叫做外境啊，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啊、听到的、摸得着的这些东西啊，我们平时我们认为是物质的啊，这东西都叫做外境啊，这样子，这叫做外境。首先是这个，嗯，就是我们这个桌子，这张桌子叫做外境啊。啊，这栋楼也叫做外境。现在我们的耳朵里面听见的这个声音啊，也叫做外境啊，这叫做外境。嗯，然后形是我们的精神啊，那性的现象，什么叫做现象呢？啊，这个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内容了。什么叫做这个现象呢？啊？在几千年啊、几千年啊、这个在西方的这个哲学里面呢，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啊，一直都这个争论不息啊。唯物主义就认为这个世界是物质啊，除了物质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世界就是物质。嗯，然后唯心主义呢，他认为这个世界是除了感知啊，除了人的感知以外，没有这个世界了啊。所有的这些世界，所谓的世界呢，其实啊，是我们自己的主观的啊感知，没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就是我们主观的感知。嗯，那这时候呢，那我们佛教站在哪一方面呢？啊？佛教站在那一方面呢？大家听说是认为是唯物者的啊，认为佛教的观点是唯物者的。大家举个手，我们看看，没有了。嗯，然后呢，大家觉得佛教是唯心的啊，觉得佛教的观点是唯心的，大家举个手。比较忧郁，大家都比较到底是微信还是微，这个没关系的，这个错了也是没关系，就举一个手而已啊。但是我看得出来，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呢，嗯，就认为佛教肯定不是唯物了啊。如果这个世界的这个啊，我们全世界的这个哲学就分两个，不是唯物就是唯心，不是唯心就唯物的话，那么绝大多数的人觉得佛教是唯心啊，但是不是啊，错了啊，佛教不是唯心啊，也不是唯物，都不是。嗯，那么佛教是什么呢？啊，佛教是，如果我们用一个这样子的词汇啊，像唯物、像唯心啊这样子的词汇来形容佛教的话，那么佛教它既不是唯物，又不是唯心啊，那它是什么呢？嗯，它是唯幻啊，幻觉的幻啊，佛教就是唯幻论啊，唯物论、唯心论、唯幻论、幻觉。嗯，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外境是心的现象，这个什么叫做现象呢？现象它不是唯心主义讲的这种现象啊，它是幻觉啊，我们的心，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当中产生的一种幻觉啊，叫做现象。嗯，那这个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专业的啊，比较专业的，平时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去用，这个就是有一定的难度啊，所以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可以了。那、啊、首先佛教讲的这个唯幻啊，唯幻你们可以去查啊，这个佛教的这些书里面呢 不会有这样子的词汇啊，不会有词汇唯心唯物有，这个几百年前就有，没有一个这个唯幻这种说法啊。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说法，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唯心和唯物这样子的两个字来描述啊，形容佛教的观点的话，那么这个叫做唯幻啊，唯幻啊，这个词啊，这个词是《慧灯之光》里面才有唯幻这种说法，其他书里面是没有的啊，唯幻。那微幻，首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微幻呢？啊，
首先我们看到的东西啊，看到的东西是物质，物质啊，物质，所有的物质是什么呢？啊，第一个颜色啊，第二个形状啊，除了颜色和形状以外是没有物质啊。我们首先啊，不讲我们看不见的这些能量啊，能量之类的东西，我们看见的这个啊物质呢啊，不是形状啊，就是颜色啊，不是颜色就是形状。除了颜色和形状以外的啊物质是不存在的，这我们眼睛能够看得到的这个物质当中啊，除了这两个以外是没有的啊。那这个我们想啊，大家想想有没有这两个以外还有没有物质呢？啊，我们比较啊，这里有几位国立大学的学生啊，让他们来回答啊。物质啊，除了这个颜色啊，我们先不讲这个电磁波呀之类，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先不说了啊。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到的这个物质里面呢啊，这个物质当中啊，除了颜色啊、形状以外啊，有没有这个物质？先这个红头发的啊，这个学生回答。物质上应该还有，如果看到的东西就是有光泽吧，就是亮还是不亮之类的。这个亮和不亮是光，就是已经是包含在颜色里面了，是吧？还能想得出来别的吗？第二位学生啊，你觉得呢？物质除了颜色和形状以外还有没有？啊，我们看不见的先不说，能看见的没有是吧？第三位学生啊，你觉得有没有呢？没有是吧？那么这边有两位这个学校的名字我不知道，也是一个新加坡大学的，这最后的这后面的那个啊学生，他来回答有没有啊？这个除了我们能够看见的眼睛能够看见的物质里面呢，除了颜色和形状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物质？你回答。没有了是吧？好，那我们的这个四位学生的回答里面呢，就是基本上都是说除了这两个以外没有了啊。那么我们的佛教的阿毗达摩里面也就讲了，除了这两个以外是没有物质的，至少我们能够看得见的物质，要不就是形状啊，它的形状圆的、方的啊等等，要不就是形状啊，要不就是颜色啊。在我们的肉眼里啊，没有形状的、没有颜色的这样子的物质是不存在的啊，就这个意思啊。好，那么我们首先啊讲啊，这栋楼啊，是不是物质？是我自己的心灵的现象啊，这个是没有人理解的，没有人理解的。但是有一个科普书里面讲啊，讲什么呢？如果这个真正的这个科学量子力学的一些非常深奥的东西啊，如果在这个公园里的这个长椅上面的，坐在这个躺在这个长椅上的一个人的嘴里面说出来的话，你一定会小心翼翼地躲开他。为什么呢？你觉得他是精神病人吗？精神病人啊，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常识啊，跟这个科学的这个它的这个结它的研究的结果严重的违背。然后佛的智慧呢，离我们的常识更违背的，更加的违背。所以如果佛讲的这个啊，就是在公园长椅上躺着的一个陌生的男子的嘴里说出来的话，那我们一定会觉得精神病，快要躲开。但是这个是科学啊。那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的啊，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颜色，我们今天不重复了，上次已经讲过了啊，红绿白等等，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
不在啊，这个是没有这个物质啊，在物质世界里所谓的颜色是不存在的啊，不存在的。大家想想啊，把我的这个衣服啊，把我的这个皮单啊，我把它放在这个衣柜里面啊，放在衣柜里面，把衣柜的门啊关上啊，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个衣服的存在是吧？你回答。你回答吧啊，对对对。虽然不是学生，但是爱在学生一起的啊，你先回答吧啊。衣柜，你说我这个衣服啊，就是放在衣柜里面，我把衣柜的门关上，这个衣服这衣柜里面有没有我的这个衣服呢？有，对，准确，回答准确，非常好。好，还有，等一下啊。那么有这个衣服，那么它正在这个衣柜里面的时候，它是不是红色呢？是红色是吧？好，回答正确。啊，你回答，哎，这个国立大学的学生啊，你说呢？它是不是红色呢？啊，他不懂中文哦，不好意思啊啊，那你替他回答吧，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红色呢？那个时候，啊，是不是在衣柜里面？对对对对，在衣柜里面，然后把衣柜的门关上的时候，他在衣柜里面，他是不是红色呢？啊，他不是红色。那是什么颜色呢？它变成黄色吗？变成蓝色吗？变成白色吗？什么颜色呀？没有颜色。没有颜色呀？那它就是变成什么？它的衣服还是有的吧？衣服有的啊。那它变成什么样的东西了？是啊，但是呢，你如果你衣柜里面就装一个这个摄像头，你可以在外面可以看这个视频呢、啊。这是不是这个时候是不是它变成蓝色的呀，或者黑色的呀？不会吧？一样是红色的啊。那么这个是不是说明它衣柜里面的正在衣柜里面的时候也是红色的？是吗？啊？是这样子吗？确定吗？不确定，对对，不确定，对。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佛教的空性的时候啊，我比如说我非常非常的开心啊。为什么呢？高科技的这个发现呢、啊，跟我们真的是解决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佛教的有一个什么理论的体系，它本身就不完善，然后呢用科学来弥补，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它本身就是有一个完整的这个理论，但是呢这些理论啊，我们今天去讲这些理论，很多人是不懂的，非常非常的一种非常非常的一个复杂的一个推理的方式，这个推理的方式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不懂的。但是呢科学就告诉我们了啊，那这个科学里面讲的呢，我们今天不能说这个是不对啊，没有人敢说这个是不对的啊，大家都只能服从啊。那么科学告诉我们什么？我的衣服放在这个衣柜里面的时候，这真的是你的第一个回答是对的啊。但是呢，第二个回答问来问去，开始犹豫，最后就又变成不正常了。首先第一个是正常的，是吧？那我们比如说我的衣服啊，放在衣柜里面，把门关上，有没有颜色？没有颜色。大家都是静悄悄的，大家觉得怎么可能没有颜色啊？我非常理解这个心情啊，怎么这个很沉重的心情啊，怎么可能我们的衣服放在衣柜里怎么没有颜色呢啊？但是就是没有颜色啊，这个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释迦牟尼佛
25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了，但是这个我们有可能不负这个说法，但是科学那我们现代人呢，可能是没有人敢说这个是不对的呀。那告诉我们颜色不存在的，颜色不存在。那颜色是什么呢？就打开了以后呢，衣柜打开了以后，我的眼睛看到它的时候，然后呢，我的大脑里面就出现了一种颜色的图像啊。所以我现在看起来这个红绿白这种颜色，其实不是你们的衣服的颜色，是我自己大脑里面产生的一种图像，一种图像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外经啊，我们认为这个颜色它是外经啊。那这个外经这颜色在外面有吗？现在已经确定了，没有了啊，外面是没有了啊。那这个衣服是不是红的了啊？在物质上面呢，它不是红的了。那么它不是红的，这个红的是从哪里来的呢？在这个上面呢，佛教讲的和这个科学家讲的是在这个上面是一致了啊。是什么一致呢？是我们自己的大脑啊，说大脑也可以说我们自己的意识也可以啊。大脑里面出现的东西，最后还是要意识当中要出现的。如果意识没有出现的话，那么这个是没有办法感受到的啊。就是在我们的大脑或者是我们的意识里面呢，就出现的一种图像啊，外面是不存在的东西。那么凡是外面不存在啊，然后在我自己的这个大脑里面所显现的东西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做幻觉啊。因为我的这个它为什么是幻觉呢？因为我大脑里面或者是在我的意识里面啊，就出现的这个图像跟外在的东西是不一致的啊，不符合的啊，不符合的，所以它叫幻觉。所以它叫错误的观念，它叫幻觉。所以我们第一个就知道了，佛教就讲为幻论啊。颜色我们刚才讲了，物质有两种，其中一个就是什么呢？颜色我们现在知道了是幻觉啊，颜色啊是幻觉了。这个我们可以这么说啊，这个我们这个非常的不好理解，但是呢，希望大家读一读科普书，读一读科普的书啊。然后就是这个是在物理学里面呢，它是一个常识啊，一个常识，是不是啊？是的，啊，是一种常识。所有的这些科普书里面都会讲啊。那这个我们不能理解啊，但是呢，它真的是打破了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呢。我们今天我在这里讲，你们在听，但是我们大家都认为物质在理论上怎么讲都好，在生活当中，我们认为这个是红黄白绿，就是物质的颜色，就物质世界是有颜色的，我们都这么认为的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这么说了，没有办法再继续这种再坚持这种观点了，这已经是违背真理啊。那么这个是怎么我们看是有颜色的，这是从哪里来的？那是我们自己的幻觉，只能说这个是幻觉啊。如果这个都不是幻觉，我们看到的和实际的东西不符合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不叫幻觉，不叫错误的话，那么请问到底什么叫做幻觉，到底什么叫做错误，找不到了啊，找不到。如果这个不是幻觉，那就没有幻觉了。所以这个第一个是眼色，是新的现象，就是新的幻觉这个意思。然后第二个就是形状是什么？圆的、方的
方的等等叫做心状。今天我们看到的任何一个物质，它是离不开心状的，都是有心状，不是圆的就是方的呀，就是其他的心状都有心状。那么这个心状它真的是存在的吗？圆啊，方啊，这个真的是存在的吗？我们人的肉眼可以看到的是这个三维空间啊，三维空间里面的任何一个物体，它都是有形状的，都是有形状啊。它有高度啊，宽度，它的厚度啊，都是三维空间。那这个是真的是存在的吗？那我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肯定说这个是存在的啊。我们根本就不敢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方的圆的这些东西啊，实际上不存在，这个我们根本就没办法说，没办法相信这句话啊。但是释迦牟尼佛早在2500年前也说了啊，然后呢科学家呢也就是几十年前就开始几百年前开始慢慢几十年以前就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那么是什么样子叫做这个怎么说这个是假这个形状是假的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杯子它是有形状的，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看得见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是我们的肉眼看起来它是有形状的但是如果换一个其他的感官来看这个这个杯子，它的这个形状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这样子的。其他的感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用天人的感官、用地狱的感官、用恶鬼道的感官来看这个，这个我们没办法。但是可以用显微镜来看这个杯子的这个形状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一看了以后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的肉眼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它是一个精致的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形状，它是一个精致的物体然后用显微镜一看，然后它这里绝对没有一个没有任何东西是这个精致的这里没有精致的东西或者是我们用左眼右眼用肉眼直接看，它是右眼的结论是精致的左眼就用显微镜来看那么左眼的这个结论是没有精致的没有精致的，都是运动的东西那么这两个当中谁的结论是正确的呢谁的结论是正确的呢？这个我们不需要问了，大家一定会说显微镜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我们的肉眼的结论是不准确的大家会这么说那么我们的肉眼的这个结论是不准确的话，那么我们的肉眼可以能够看到的这个静止的东西，到底这个物质世界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东西的存在呢我们只能说没有只能说没有那么既然是没有这样子的存在那么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只能说这个是幻觉只能说这个是幻觉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形状也是幻觉了那幻觉是什么东西？幻觉物质世界里面没有在我的感官的世界里面有这叫做幻觉这叫做幻觉。如果这个都不是幻觉的话，那么做梦的时候的这个梦里面看到的也不是幻觉了，也是真实的东西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秘密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是什么秘密呢这物质世界当中的我们去衡量它的真和假的时候呢物质世界它是没有真和假的那是以什么东西来的就这个区分它的真和假呢？以我们的感官就是我们的感官如果它变得更聪明一点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大家公认的这个杯子它不会是真实的，它是假的，它变成是假的
就是因为正好我们的这个感官跟这个物质的这两个啊是搭配的，配合的非常的完美啊，因为他们的配合非常的完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把我们迷啊，把我们迷住了，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嗯，因为它设计的非常的完美啊，一点漏洞都没有，天衣无缝，嗯。而我们的肉眼看起来，这个里面这没有任何假的东西啊啊！这是如果我们的这个肉眼的灵敏度啊再高一点啊，比较接近啊，可以放大1000倍的啊，或者是10000倍的这个放大镜这样子的话，那么这里一看哦，这里没有杯子了啊。没有杯子啊，它这些不是这样子的颜色，这里也没有精致的东西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啊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说生活的幸福和快乐是以我们的心去决定啊，同样的物质世界的正和假是以我的感官的灵敏度来决定啊，如果我的感官的灵敏度稍微高一点，那这个是这里没有杯子了。那如果我的这个感官呢、啊、再迟钝啊，灵敏度再低一点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认为是假的东西，很多都变成啊，很多都变成真实的东西了。真实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佛教的这个书里面呢，有一个叫做旋陀轮啊，旋就是旋转的旋。啊，火轮车轮的轮啊啊，地水风火的火啊，旋陀轮，嗯，那这个旋陀轮只有佛教的词典里面才有这个词汇啊啊，才有这个词汇，其余的这个新加坡的词典我不知道有没有，比如说中国大陆的这些有非常标准的这些词典里面呢、啊、没有这个词啊。旋陀轮，什么叫旋陀轮？没有这个词，嗯，所以它是一个佛教的专用的俗语啊。那么旋陀轮实际上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点啊，点燃一根香啊，然后没有这个光线的地方，或者是比较光线比较弱的地方旋转啊，旋转的速度稍微快一点的时候呢，然后它就在我们的眼里啊，在我们的眼里，它就会变成一种嗯，一种欢欣的啊，欢欣的这个光圈啊，欢欣的光圈。那这个欢欣的光圈呢啊，因为它的速度快啊，它速度快了以后呢，我们的肉眼啊，它没有办法分辨清楚，所以它我们的肉眼看起来它是一个欢欣的啊，欢欣的，嗯，但是我们就知道这个速度稍微慢一点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啊就看到它不是一个啊圆圈了、啊、它就是一根啊一根响的啊点燃的这个火花啊，电啊，一个电状的，它不是一个欢欣的，嗯，但是这个速度慢下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的啊，所以呢快的时候我们也会说这个是假的啊。如果我们的这个感官的灵敏度再低一点的话啊，速度慢的时候我们也分不出来的，稍稍一动，这个稍稍一动，在我们的眼里它变成一个圆圈的啊。现在呢我们比如说啊，这么快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眼里是圆圈啊，它的速度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时候呢，它不是环形的啊，不是环形的，嗯。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感官的灵敏度再低一点啊，再迟钝的话，那么它慢到这种程度的时候还是环形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世界里它就是变成真实，这个环形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辨别它是啊，我们没有办法证明它是它不是环形的，因为我们的眼睛看一直都是环形呢，所以我们一定会说这是欢欣的啊，这欢欣的是欢欣的火光是正式的啊，我们一定会这么说的，嗯。但是我们的灵敏度稍微有点高，所以呢它快的时候虽然是看不清楚，但是慢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啊
啊，快的时候呢看不清楚，认为它是环形；慢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它不是环形。所以我们说旋火轮是假的啊，假象、幻象。佛教里面的一个比喻，它是幻象。就是因为它慢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它不是环形了，所以我们说快的时候也是幻象啊。但是如果慢下来，哦，感官的灵敏度再低的话，那慢下来的时候也是环形了，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认定它不是环形。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环形呢，它一定是真实的东西。这是我们上次讲过啊，比如说我们，因为我们人在梦里面是非常非常啊这个迷茫，但是呢醒过来的时候知道它是假的，所以我们说梦是假的。如果我们永远都醒不过来，那么它就是变成真实东西了。那同样的，这个旋火轮啊，慢下来的时候也是在我们的眼里是环形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啊它不是环形啊，它不是环形，我们认为它是环形啊。那这个实际上不是环形，在我们的眼里是环形，那这个叫什么呢？啊，这叫做幻觉啊，虚幻、幻觉啊，大家知道吧？幻觉的定义是什么呢？凡是在客观上不存在啊，就在主观意识当中存在的这些现象啊，我们会说啊，这个叫做幻觉啊，这叫做幻觉。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啊。这样子的东西都叫做幻觉，那么这个叫做幻觉的话，那这个杯子啊，现在就是幻觉了。因为这里面的分子、电子啊，尤其是电子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电子的这个高速运动啊，它的这个速度呢，每秒钟啊，基本上可以达到1000公里左右，这么快速的旋转啊。这么高速旋转的时候呢，我们看起来这就是一个啊，就是一种物质，精致的物质，但是这里没有精致的物质了啊。那这就是说形状啊也不在外面了，不在于外面啊，就在于什么？就在于我自己的眼里啊。啊，那么我们刚才这个啊，这几位同学都说了，这个除了物质，除了形状和颜色以外啊，没有物质了啊。那么这个可能大家也就认同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颜色呢也是不在物质世界当中，是我们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啊。现在我们这样子的杯子的这个形状啊，所有的形状也是啊电子的高速运动而产生的一种视觉的一种效果啊。是一种高速运动产生的视觉效果啊，也不存在。难道还有物质吗？啊，就没有了啊。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还是不复啊，我们认为有啊，这叫做佛教讲无明啊，这叫做无明，这叫做执着啊，执着。那理论上，佛教的理论啊，科学的理论，所有的理论。支持这个观点，没有这些东西了啊。但是呢，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还是认为有啊，我们还是执着有，这叫做执着啊，执着，无明执着。然后这个执着导致了什么呢？所有的这些烦恼啊，所有的烦恼啊，贪欲、嗔恨、傲慢啊，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怀疑。所有的这些啊，都是这个执着导致的啊。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轮回当中就这样子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虽然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虽然这个世界是没有一个啊这个造物主啊，没有一个设计的人，但是呢，这个。外在的世界跟我们的感官呢，真的是配合得非常非常的完美的啊，因为它太完美了，所以我们一点点的怀疑都没有了啊，从来都不怀疑的，在我们的眼里这些东西非常的真实啊，它从来都没有啊，没有露出一点点的啊它的虚假的一面，在我们的眼里啊，再真实不过了啊，设计得那么好。
因为它设计的这么完美，所以我们从来都不怀疑这个物质世界是不是啊，到底是不是存在，我们从来不怀疑，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理所当然的确定啊，认为这是存在的啊，但实际上不存在了啊。那么我们理论上知道了，我们也不负啊，那现在怎么办呢？这个理论上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颜色啊，我们第一个已经确定了物质就是颜色和形状啊，然后呢颜色和形状两个一个啊都已经证明了不在外面啊，我们先不说唯心唯物，我刚才说了佛教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啊，这个人类文化不是唯心就是唯物，不是唯物就唯心，这不是这样，唯物唯心就是一种西方逻辑西方哲学的一种分类的方法，这并不是全世界的啊文化不是啊唯心就是唯物，这不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叫做唯欢啊，那但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执着啊，我们还是要执着这个衣服，自己的衣服的这个颜色漂亮不漂亮啊等等啊，还是要去选这个衣服的颜色啊等等，嗯，形状也是一样啊，形状很重要啊，所以呢我们去挑选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脸的形状，如果不满意的时候要去整容啊，然后呢物质就更不用说了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呢？需要去修啊，静下来去修啊，修了以后呢最后啊我们就不仅仅是理论上知道，而且从内心当中知道这些东西真的是虚幻的啊，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呢？一个庞大的虚幻的这个世界里面啊，各位看过一个叫做《黑客帝国》的电影吗？看过的举个手，我们多少个人看？我们佛教徒一般都是很不在乎这些东西的，就可能没有看过啊。到底有多少人看过《黑客帝国》？没有多少人了，你看，就几个年轻人看过啊。这个是一定要看的啊，《黑客帝国》啊，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啊，英文的名字我不知道叫什么。好，对，就是这个。啊，这个要去看的啊，这个是为什么要去看呢？因为这个里面就在讲我刚才说的这些事情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庞大的电脑程序啊当中啊，没有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啊，就在生活在一个电脑的程序里面，这个电脑的程序稍一改一改，我们的世界就变了啊，有变化啊，这个电脑的程序怎么干我们的世界就怎么变啊，就这么简单，这说得非常有道理的啊，就是我们的感官怎么变这个世界就怎么变啊，懂吗？啊，不会理解的我知道你们不理解的啊，这个我非常的理解，我们很多人不理解这个啊，这为什么不理解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感官告诉我的不是这样子呀，我的眼睛告诉我不是这样子，我的眼睛告诉我这个是真实的呀，然后我的手啊，摸这个杯子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是可以触摸的呀，实际上有吗？没有的，啊，因为这里没有眼没有形状，怎么能够触摸这东西呢？没有的，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子的旋转啊运动啊高速运动的时候啊，我的手是不能靠近的，没办法靠近的，比如说我们的风扇啊，这个风扇转得很快的时候呢，手是没有办法碰的啊，因为它当然有很多的空间呢 啊风扇啊，这山野就是只有两个三个四个啊，但是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空间呢，这空间里面有实际上是有空间的，但是呢因为它高速运动啊，我们是这个手是没有办法啊插进去的，必须要知道我们今天的很多的这个幻觉是运动而产生的啊，我们平时说
日出啊，不是日出啊，是地平线的下降，但不知道我们说日出啊，我们说日落啊，不是日落，是地平线的上升啊，但我们不知道我们说啊，我们说日落，这古代的人就啊就更上当了，他们以为这个所有的东西都为我们转啊，我们的地球就是啊，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这叫做地心论，地心论啊，2500年左右的时候，两三百年的时候就出现过一个，就像现在的天文学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啊，就是一个日心论啊，但是根本没有人听啊，根本没有人听，就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啊。他为什么不接受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啊，太阳每天都是从东边出来西边落呀，啊，月亮也是一样啊，所有的星星也是一样啊，怎么可能啊，我们去绕它呢？嗯，没有人接受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也就是这个非常难，所以就不说了。你觉得这个太阳在绕你们，那你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说了啊。这个是费劲的啊，其实那个时候2200年前就有这种说法，但是实际上真的这个是非常，那个时候有这种观点是非常伟大的，但是这个伟大的东西啊，没有人理解了啊，大家都那为什么不理解呢？就是因为眼睛呢，他呀啊，他看见每天早上太阳从东边出来西边落，然后呢大家都过度的相信这个肉眼，然后没人理解了啊。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是吧？说这个杯子啊，不是白色的啊，没有形状的，看不见摸不着，没有人理解了啊？为什么呢？过度的相信我的感官啊，所以不相信。所以释迦牟尼佛早就说了，眼、耳、鼻、舌、身啊，都不是真实的，都是假的啊。如果你希望有这个世界的存在，那就不要去思考太多问题，就跟着他走啊，跟着感官走啊，就会有，不要跟着逻辑走啊，不要跟着真理，真理不真理不要去说啊，跟着感官走，这个世界是完美的，都是真实的，都是非常非常啊存在的真实的。嗯，如果你稍稍要考虑一下它真实不真实啊，那我们一定会失望的。为什么呢？所有东西都不存在了最后。嗯，所以呢啊，这个是佛陀我们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佛教里面就讲分两个啊，分两种道，一个叫做人天佛教啊，人天佛教是跟着感官走，跟着感官走啊，感官告诉我有就有啊，感官告诉我快乐就是快乐啊，感官告诉我痛苦就痛苦，感官我的感官告诉我幸福，那我要去追求啊，我的感官告诉我痛苦的，我要去拒绝啊，这叫做人天秤，人天秤啊。然后呢，不跟着感官走啊，去突破感官的另外一种啊，另外一种学派啊，这个叫做。这个里面就可以分两种，一个叫做小乘佛教，一个叫做大乘佛教啊，啊，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啊。当然，这个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北传佛教的一个称呼啊，到南方去就不能说大乘、小乘了，就只能说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啊，大小就不能说了啊。那么，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它都是突破啊感官的这个层面啊。那么他是不跟着感官走啊，他是另外一个真理，跟着啊，跟着真理走啊。那么人天啊，人天佛教呢，他不需要考虑这么多了啊，就是相信因果，相信轮回啊，可以追求时间的福报，可以追求时间的这个幸福啊，就可以了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嗯，那这叫做人天佛教啊，因为我们有这样子两种不同的观点，在这个观点的这两种不同的理论的后面呢，就产生了两个，这两种理论怎么样落实到生活当中啊，怎么样在这个实践啊，
怎么样去实践这个理论啊？然后刚刚的这个结论是人天佛教去落实啊，实践，突破刚刚的这种理论呢啊，用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啊在落实在实践啊，这样子，这叫做这前面的这个呢没有办法讲啊。这个外境是新的现象，这个没办法讲，外境不是新的现象，外境就是外境物质啊。那后面的这两个小乘佛教也好，大乘佛教这两个呢啊，那就是说外境它不是啊，它不是真实的物质世界，它是一种内心当中产生的一种幻觉，这叫做微幻论啊。微幻论这三个字是我啊创建的一个名词，但是我们佛教界的其他人认同不认同这个词汇这个名词我还不知道啊，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是最恰当的一个名词啊，微幻论啊，这样子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堂课这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啊，大家没有睡觉，非常感谢。Sonumda yi tamca zirba ni donu ni pece ni bacı Girga na jiva lunca ba Çibin zolin dova duva şu Oma ahum ban zirangır Pama sada hum Oma ahum ban zirangır Pama sada hum Om Aum Bandhu Guru Bama Sadhu